我哋用最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大家好，我系彭 Sir。嘅朋友，我哋系卢俊宇、卢挺哥哥。欢迎，还有一位是我们越讲越变的新朋友，算是我们珠江频道的老朋友。犀利啦，呢位咧就是名震省港两地，性格演员，哇哦，好戏好人。仲要是非常好身體的，仲有好身手添啊！好身手的，歡迎起哥，起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經常你都要走南闖北去拍嘢啊！關於呢個普通話同粵語之間，有冇啲咩巧妙嘢，有冇啲搞笑嘢，同埋咩深刻嘅經歷呢？如果自己還沒有想清楚的話，幾乎就不要亂說，對，不亂講嘛。但而家嗱就調翻轉啦，內地可能你又因為係比較呢、這個謹慎啦咁樣，但如果香港而家多咗好多我哋啲內地嘅演員又好啊，合作機會又好啊，咁多咗好多我哋內地嘅朋友落香港，嗰陣會唔會有嘢搞？你有冇睇最近嗰套大製作《變形噔噔四》啊？變形噔噔四啊，有一場咪阿李冰冰喺街頭同阿呂良偉大哥買電單車嘅。呂良偉講咩嘢啊？呂哥冇事。阿冰冰有啲事，佢嗰句係點啊？係點啊？明明李冰冰係一個特務嚟噶嘛，係一個即係應該係嗰啲好有型嗰啲殺手嗰啲咯，咁樣突然間講咗句：你好衰，你衰人嚟噶，衰人嚟噶，有啲個畫面有啲落差，幾個人噶，唔該曬。好，我哋今日就請阿挺爺同埋我哋阿喜哥一齊嚟同我哋呢個越講越掂做下呢個嘉賓老師，睇下佢兩個邊個衰人嚟噶？唔好，呢兩個都好人嚟噶。掌聲多謝兩位先，有請。好嘅，多謝。更多視頻互動，請登錄以下媒體。我有少少意見啊。咩意見啫？我都俾咗你靚啲噶啦。點？嗰啲衰人嚟噶，我攞住啦。點解將我個頭 P 咗落去功夫熊貓呢只地方？幾啱啊！你唔知好啱咩？係咩？好似咯，但你拎埋拎唔好拎到好似捧車頭相咁得唔得？咩意思啊？相啊，好多地方要用啊嘛。即係總有一日咧，我哋用喺車頭，你明唔明咩意思啊？你呢個衰人嚟㗎！好啦，今日呢四位選手咧就馬上要登場㗎啦，睇下邊個打頭陣，睇下意思啊！好艺人的感觉。头先我听嘅，今晚你讲你系潮汕人嚟嘅咩？系。用潮州话向住我哋全广东省9000多万嘅观众打声招呼先嚟，开始。大家好，我叫金光，然后来自德州，今年20岁。会做饭吗？会。会洗衣服吗？会。会生孩子吗？还不知道。因为我听见你系话做呢个平面模特嘅工作系咪？拍边类多啊？时装啊、用品啊，乜嘢为？珠宝。珠宝啊！哇！嚟咁样啦，突然间有条4000多万嘅颈链困喺呢条颈度，摆 pose 你摆俾我睇下先。3、2、1。哇！如果有条3000多万嘅喺个手度做手链嘅，摆个 pose 你3、2、1。哇！有条7亿多嘅皮带揽喺条腰度，点解？难不到他的，人家专业就是专业了。冇错啊，对。前嗰排咧，我哋广东有个好盛产内衣嘅地方喺南海嘅，咁佢咧就出咗一对系100多万嘅文胸啊，100多万，镶满晒石嘅，哇，单边100多万。彭 Sir， 如果你戴住一个咁嘅嘢，你会摆咩 pose 咧？3、2、1。好嘅。死啦咁样。如果你接到一個真係內衣褲嘅廣告，廣告咁介唔介意咧？因為好似即係傳統嘅潮州父母都非常嚴格。咁啊，即係接咗先，翻去鬧咗一件事係咪？佢話敢於挑戰封建嘅呢個家庭，新現代的潮
潮汕女孩子的代表。好嘅，多謝阿金曼過嚟挑戰啊！但我覺得佢憑佢對呢個廣州話嘅掌握嘅話咧，今日呢啲難度應該難唔到佢嘅嚇。嗯哼，加油！金曼帶啲咩朋友過嚟？今日介紹下先。姊妹，姊妹們，你哋好。咁就請兩位阿喜哥、挺哥打個分俾佢先啦，1000到1500，印象分幾多？1383。冇俾你走。佢1385，你加20分咯。我加15分俾佢。唔係講價，千四分，100精致的。O K， 千四分，千四分，多謝，相當唔錯嚇。第一關答得快，好世界。每位選手喺30秒時間入邊作答，會答到一題得100分，答錯唔扣分。30秒計時開始，斷鼓，過，沉氣，沉氣，錯，穩陣，過。裸鳥，裸鳥，過。電掣，電鑄，錯。領胎，輪胎，錯。匿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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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起來。啱，羅底，冇時間啦。斷鼓嘅話咧，可能一下子叫翻譯成呢個普通話都幾難。短褲嗎？短褲。廣州人話呢件事佢根本就冇把握嘅，佢靠估嘅啫，斷估。哦，斷估。跟住沉氣，沉氣係我哋經常會用到呢個詞嘅。好沉氣。形容一啲老人家講嘢咧囉囉嗦嗦啊，又嫌阿媽講嘢沉氣囉嗦。口水多過茶。沉氣啦咁樣啊，跟住又穩陣，穩陣咧就比較穩妥。穩妥。啊，攞料咧就比如記者經常講係找資料。哦，攞料。八卦啊，攞料。電掣咧就一定要知啦，就開關。電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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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得。OK， 頭先底分係1400，加咗100分就係1500。好，恭喜曬，唔該，請繼續。休息陣。第二位咧就哇，呢個真係電到碌蔗。唔止電個碌蔗啊，我發覺佢咁多年嚟 keep 得好好噶。你講我啊？呢個都係，你又係。家陣出場呢個又係。冇腦㗎啦，真係。男定女啊？男嘅。靚仔嚟㗎。靚仔。哇！到家陣，就算你唔叫靚佬，都可以叫做靚仔嘅。O K。好掂嘅。睇下邊試下邊個先。大家好，我叫程闖，係一個歌手嚟嘅。咁首先我係來自湖北武漢嘅。點解我識講廣州話咧？細個嗰時咧就自己中意唱歌，特別中意唱廣東歌。咁啊，學得學咗之後咧，有個機會就嚟廣州唱歌。嗰次點學廣東話咧，就晚晚有個粵語殘片，就播嗰啲舊電影嘅黑白電影嘅，不斷咁啊睇啦，咁啊同身邊啲朋友交流一下，主要係面皮口啊，咁啊面皮口咪講得啦。哎，好熱啊！唉，你點打噶？點啊？你啱啱個球咁樣打唔到，塌曬 Q 嚇，真係咯。塌 Q 啊？塌 Q 你唔知咩意思咩？其實講得咁耐，我嘅廣東話都算可以噶，所以呢次粵港二電應該冇咩問題嘅。大家好，超。我對阿程闖最深刻嘅印象咧，就係佢幾時都係好好優雅嘅個人。嗯哼。唔急躁，好淡定，官仔骨骨，唱歌又好，脾氣又好。唯有食飯嗰陣就好急。食飯嗰陣急啊！好嘅，今日都食曬我啲飯啊嘛。會唔會有咩新歌要唱下？有冇仲有呢？有冇方面嘅希冀咧？心裏邊有。有。但係行動上邊暫時未有。人生係要好多階段嘅，係嗰陣時我哋係聽你嘅歌，但係而家我哋可能唔聽你嘅歌啦，換咗其他嘅嘢啦。我又聽住嗰陣阿棒哥採訪啊闖興啲節目大嘅，我又聽住啊闖興啲歌大嘅，所以我覺得咧，我除咗景仰就好似滔滔江水咁連綿不絕啦。所以嚟到呢度咧，我覺得闖哥。我係你個 fans 啊，耶！所以嚟到呢度，你話我俾幾多見面禮啊，闖哥，我覺得俾夠佢滿分都不為多嘅。多謝，多謝，多謝，因為我知道稍後時間佢會跌鍋啊嘛，係咪啊？多謝，哇！多謝，喜哥答不答應啊？我冇問題，誒對於前輩嘅，我係好尊重嘅。多謝多謝多謝曬，千五分在手，介紹下你嗰班親友先啦，咁樣。全部我啲好朋友咧，好好好好好。好朋友嚟㗎，好，答得快。
好世界，準備好未？三十秒，現在開始，粒聲唔出，一聲不出，啱，蚊子，小蚊子，啱，黑古勒骨，黑古勒骨，你呢條友真係，即刻飛啦，阿飛，肚屙，拉肚子，啱，你把口都唔收嘅，都不修，你就出口出言不逊，啱，八周，不要了，就是不玩了。再嚟啱，標心，綁架，綁票，啱，哇，唔係你頭先講嗰個第三個係咩嚟啊？黑古勒特，黑古勒特，兩個主持著到黑古勒骨咁，大家都知咩字㗎啦，咁㗎，氣不了超，形容呢個人呢排曬太陽，比如阿喜哥，哇！攀完呢座山又去嗰座沙漠咁樣，曬到朱古力咁。多謝廣州阿喬，多謝。咁啊有古勒骨咁樣嘅咧，咁樣又學到嘢啦。呢個我同意，但係跟住嗰、那個唔係白袖，把口唔收嗰度咧，我覺得嗰一分應該要叫扣翻、因為出言不順係兩回事嚟嘅。出言不順係言而無信啊嘛。冇口德係嘛？唔係把口唔收。口沒遮攔。後面把口唔收就口沒遮攔，所以同出言不順係兩回事，我唔覺得嗰一分要俾。好，可以考慮。仲有又扣，都話有嘢扣㗎啦。係真係頭先就講霸就啦，你兄弟。冇事冇事冇事。而家都話霸就，唔可以話唔玩。哦，應該係霸就算了，算了，算了，係係，對對對，算了。所以即係個分也不能給啊。咁要減三百分係嘛？減兩百啫，六百變四百都好啊，都好啊，都有分，都有分攞。千九啊，都可以，都而家最高啦，係。撈面撈面就千九分啦，咁就恭喜成功，多謝多謝。下一個就是我們的好朋友，他有一個這個我們的稱謂，叫我們主持人中的名媛。名媛。還有就是這個白富美的化身。哇，白富美化身。男人心目中的女神。哇。對，女人心目中的眼中釘。哇。是誰呢？不說了嘛，他要比下去。愛笑，愛生活，愛運動，這就是我。Hello， 大家好，我叫勋嘎。那我在廣州是生活了八年時間，但是我除了工作啊、運動啊，還有旅行以外，其他的時間呢，都是宅在家裡。平時也很少跟說廣東話的朋友打交道，希望現場的嘉賓啊，同埋現場的觀眾啊，係主持人提升我的白話。咁咧，我白話就會越講越好，面皮厚啲嘅話咧，就會越講越點。哇！Hello，Hello， 哇！又見到我兩位好朋友，好開心喎！哎呀呀！嗱，呢個咧就我哋公認嘅，首先係一個好優秀嘅女主持啦。跟住咧就係才藝都相當了得嘅。對，會唱會跳，能說會道。係啊，等阿嘉 show 啲少少 quality 俾你睇下。OK， 嚟，三二一 ，Ready music go。八老爺有八十八棵芭蕉樹，來了八十八個把式，要在八老爺的八十八棵芭蕉樹下住。八老爷拔了八十八棵芭蕉树，不让八十八个把式在八十八棵芭蕉树下住。八十八个把式收了八十八棵芭蕉树，八老爷在八十八棵树边哭。快点！哇，董雷！八老爷有八十八棵芭蕉树，来了八十八个把式，要在八老爷的八十八棵芭蕉树下住。八老爷拔了八十八棵芭蕉树，不让八十八个把式在八十八棵芭蕉树下住。八十八个把式收了八十八棵芭蕉树，八老爷在八十八棵树边哭。哎呦！好嘢！但系我要要求。广州话嘛。系咯。好難喎、試下一兩句都得㗎。八老爺有八十八棵花椒樹，嚟咗八十八個打西，要喺八老爺有八十八棵打西樹入邊度住。得得地，但我覺得呢個普通話同南方普通話，呢個主持人嗰啲功架啦。但係咧，魔術沒有一樣能夠難倒，但係咧就係白話唔得，冇問題，成日都被佢哋笑。佢今次係將佢喺廣東嘅主持生涯嘅第一次奉獻咗俾我哋嘅越講越掂啊！係啦，從來未試過喺廣州話上去個節目度噏咁耐嘅。之前有唱過歌㗎。之前有一次過年的節目呢，我們是唱《迎春花》，你唱一下吧。咁我都第一次唱咧就好有朵迎春花，我全場都笑我。依家我知道是
迎春花係嘛？係。繼續唱落去，迎春花開，帶來了好年華，預備開始。迎春花開，帶來了好年華。真係好老師啊！教的學生全部都走掉的。啊，厲害！希望我今日嘅成績會好，兩位唔該打啲分嚟用下先。你咧？啱先嗰個係一啲老朋友喎。好犀利啊！1490分啦、啊！哎呀，要話我又加多啲零頭啦。其實我哋今日咧係有預謀嘅，將啲分數全部推高曬嘅先，係，然之後再慢慢回吐，1500滿咗啦，係啦，呢個特別名貴啊，1500，好啦，就1500啦，孫佳，馬上你要1500挑戰下，好，答得快，好世界，30秒計時，馬上開始，緊張，頭涼，乘涼，啱，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嘛。那你是说话吗？加工，放水给我。加工，老岳母的老公。你可以说你老公的什么吗？我没有老公。当你家岳母个老外母老。对，外母的老公。三就 no。卖力。卖力。扎加衣。打哈欠。答對了3題，老師請問要扣分嗎？咪先，佢頭先第一個係答啱咗啊嘛，頭涼，頭涼長涼，乘涼啱啦，吱喳吱吱喳喳，佢直頭翻譯成吱吱喳喳，都啱，你啱啦，啱你啊，加工呢下攞命啊，加工唔啱啊，佢係你係講係外母個老公，哦，不是呢個叫外父，哦，加工婆婆的老爺，就是老公的爸爸，我說錯了，我是想表達這個意思，婆婆的老公，反正就是你嫁或者娶的那個人的。咁要扣一題啦，減一題，要扣一題。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三袖，佢反應唔過嚟，三袖咧就衣服的袖子，對。你剛剛發音不是很標準啊？哦。最後呢個咧就賣力。賣力。賣力啊！過來。賣力。力咩？力賣咩？賣力啊！賣力。哦。係路邊攤啲小販都會講賣力，睇埋嚟揀啊嘛，賣力賣力。最後一個咧就炸雞衣係最啱你用嘅。炸雞衣啊！炸裝。哦哦，炸加衣，炸加衣有多少少開玩笑嘅味道嘅，就唔係真係完全假裝，即係或者要瞞騙啊，或者調侃的意思嗎？不是，你比如說你一不小心，碰了一下我的手指，嗯，我就覺得，哎呀，哎呀，好似扮嘢喎，哎，就有啲，這個有啲想戲弄你，係啦，好。兩題200分，加上之前的1500分，現在分數是1700分 ，OK 啦。好啦，跟住落嚟呢個，哇！有蛙呀、啊！哇！講下咩事啊？呢、這個犀利啊！點犀利啊？一個唔覺意發展成我哋台柱都似啊呢個。咩？台柱啊！台柱。係啊，你話如果佢真係培養下佢嘅話咧，樣又靚仔、啊。哦。跟住咧就又夠 Q 似。講我。係啊，咁你話突然間開翻個節目咧，係專門橫跨呢個粵語啊、普語啊及美語啊及英文嘅話咧，呢啲真係殺食噶，好得噶呢啲。哇！係啊。睇下邊個先啊？睇下先，睇下邊啲啊？G'day, my name's John. 我來自澳大利亞。我现在在澳洲上海工作，我已经来到广州差不多一年了，所以我是怎么学习粤语呢？ Pick up your pen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speak Cantonese and find a girlfriend. 台语讲一点，成功工作的时候说广州话，同女朋友多啲讲嘢。我的女朋友呢？非常的漂亮，非常可爱，头发呢非常长，眼睛大大的，然后皮肤好白，完全是属于白富美。收音机都回海滨都滨国吗？回海滨滨，雷收音机都回海滨国吗？大家好，我叫阿 Chan， 我开心嚟到呢度见到大家。好高三，我目标系攞啲绿茶。啊？边
个教你讲呢啲？绿茶，我女朋友。你女朋友教你讲呢啲嘢啊？系啊，边个咁衰人啊？嗱，我哋咁样，佢到底佢个 honey 系边个咧？我哋先埋个关子。你对中国嘅女孩子有咩印象啊？嗱，唔好理嗰个人啊，你哋讲你真实嘅体会得噶啦。好复杂，好复杂，好哦！你话中国女孩子好复杂，好复杂，点解咁复杂？系咪你个个复杂先？其他都唔复杂嘅，唔系好简单咯，即系好难好好 sweet 咁去沟通。系啊，唔可以讲啲简单嘅嘢，佢哋好嬲啊，好嬲，嬲太直接点讲，要考虑下，恨佢。系啊，咁你最中意佢边度啊？全部，全部，全部，就是。优点也喜欢，缺点也喜欢。OK OK， 好的也喜欢，坏的也喜欢。我哋喺请呢位亲友出嚟之前咧， wow. 请我哋两位嘉宾打个分先啦。今日第一次听佢讲粤语咧，啊，原来都得得地嘅喎。系喎、哦。梗系啦，你都唔知道人哋教嗰个几犀利咧。言传身教。佢仲要咁样噶，有阵时教佢，我估都系嘅，教佢你讲啊，错唔正确，收声。系咪啊？我估到系咁啊，系咪咁啊？差唔多。喂，唔係噃，我之前一路認為一路認可佢，佢唔係咁好温柔嘅，未發展到咁咩啊嘛？你諗唔到，我真係好陰功啊！喂，先咁啊，嗱，我介紹一樣嘢，如果覺得咁陰功嘅話，不如飛咗佢。掌聲有請佢嘅親友團隆重登場。貓年有請。毛記毛毛。過嚟啦！你做咩掹開人哋啫？我就想佢兩個翹住手，翹住手，翹住手。啊啊！哇！阿寶，你當時一見到呢個男孩子嘅時候咧，你第一印象係乜嘢？正啊！好正啊！我覺得他好正啊！一個當然。咁又係咪諗住？你又知道？隻硬佢咧？隻硬啊！你知唔知咩叫隻啦？切！啊嗱，醒啦，即刻就醒啦，系啦，冇错，只硬。你一见到阿毛嗰阵，最强烈嘅感觉系乜嘢？佢好识驾车啊，话好一流。好识驾车系咩嚟？你揸车？我话你听，我话你听。通常人哋嗰啲爱情故事开展一开始咧，就应该系点样？一个男嘅揸部车兜搭一个靓女。而家系反转过嚟嘅。手上边咧，靓仔坐定啊嗱。唔係啊，其實嗰件事係咁嘅，揸住部車，咦，喂，好正啊，靚仔，想唔想車啊，嚟啦，即係嚟啦，係嘛，講笑。我哋廣東嘅各位觀眾，你哋有鋪啦 ，kiss kiss kiss kiss， 係，哇，冇，係咪咁冇義氣先？再嘴個。兩評委，你哋唔使出聲啦，我俾啦，千五分好唔好啊？千五啦，係啦係啦，耶！咁啊，嗰邊嗰幾位邊個嚟㗎？嗰幾位啊，姨媽姑爹，姨媽姑爹啊。OK， 跟住落嚟咧，30秒嗰個廣州話單詞變普通話單詞咧，就係要阿毛彈開先啦。梗係啦。如果唔係你喺度嘅話，佢就係啦。咁快？哎，好啦好啦，一陣間見啦。OK， 我講廣州話單詞，你翻譯成普通話。我可以說英文嗎？Maybe 開始計時，好聲好氣，心情很平靜，心情平靜 ，OK， 道理啱。執藥，拿藥，道理啱，喐手喐腳，做冇喐手喐腳啦，男仔。主動動手，動手，動手，道理啱，污糟邋遢，你唔好咁污糟邋遢啦。垃圾，肮脏。硬真啱，煙通應功啦。Objection，Objection，Objection。第一個好聲好氣，絕對唔係心平氣和。心平氣和係嗰個人嘅修養而已啫。好聲好氣咧，即係或者我而家同你講嘢，我可以好大聲，但我都好聲好氣同你講，應該係有另外一種意思。如果按我呢度卡咧，就話心平氣和，心平氣和，但都有可能會有啲啲。即係點講咧？好啦，俾啦，我俾啦，俾啦，俾啦。但係第二條執藥唔同攞藥呢句説話，可能都有多少係兩樣都得。比如話，晏晝冇乜嘢去執翻兩劑中藥食食先。嗱，你執翻兩劑就得。但係如果純粹係執藥嘅話咧，係個動詞嚟㗎嘛。係個動詞，應該係個白紙櫃前面嗰個 staff， 佢去喺白紙櫃裏邊攞曬啲嘢落嚟，呢個行為叫執藥啊嘛。
同我去藥材鋪啊，我唔舒服啊，執翻劑藥嚟飲，呢個係個 customer 係個顧客嘅，所以係兩個唔同嘅動作嚟嘅。明白，咁即係點啊？扣翻兩個，唔係扣一個就執藥呢個，我覺得唔啱。OK， 明白。300分，加上1500分，現在分數是1800分。嗯 ，Congratulations， 加油啦！那么现在在我们第二趴开始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趴现在选手的分数是怎样，请看。沈金曼1500分，程闯1900分，增加1700分，陈伟端1800分。暂时最高分就是这个啊，闯兄啊，程闯兄啊。稍后继续越讲越掂，继续收睇越讲越掂。嚟到我哋嘅15、16拣边个？第二关15、16拣边个？选手答题前先压100至500分，答对题目可得所压分值，答错倒扣相应分数。每人有两次求助机会，包括求助现场亲友团、电话求助，每求助一次扣100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可以跟我们的选手呢一起同步答题，如果答对的话呢，有可能得到我们每周送出一款的最新款的小米手机。15、16拣边个？第一个参赛当然系一号选手啊，金曼啊，金曼。几大就几大，招买就先买，我压500分。系咪呢个？张女仔边有咁猛嘅啫？有。好鬼死温柔噶嘛？你整个温柔版嚟听下，预备，开始。几大就几大，烧米就烧米，我压500分。哇！马上睇睇今晚你要拣咩题，请睇大屏幕。3、2、1，平安。填空题，请留意，豉油捞饭后边嗰句系咩咧 ？A. 整色整水。B.又咸又湿 ，C 好睇好食 ，D 5、3、5、4，豉油捞饭食过未啊？未。你觉得唔系好确定嘅时候咧，你就嘥100分，请人帮你食。唔使，自己嚟。咁咩 ？A。A。A。整色整水。整色整水。咁豉油捞饭点解系整色整水咧？豉油咧系黑色，跟住。咁有水啊嘛，阿 Sir， 我覺得咧，可能佢對呢幾個詞唔係咁熟，我哋解釋俾佢聽嚇。嗱、啊，整色整水咧，咁你頭先你有色有水啊，咁但係而家咧又鹹又濕又啱嘅喎，是又鹹噶嘛，濕濕地好扒飯啊嘛，咁好睇好食亦都掂當，淨係白蒙蒙啲咪唔過癮嘅，有啲顏色俾佢睇又過癮好多，5、3、5、4亦都啱，冇理由揾豉油撈飯嘅嚇。咪係咯，係咯。5、4、3、2、1，姐妹幫我。係啦。係。我揀 C。C。好睇好食，白飯冇味道，加啲豉油，唔係真係好睇又好食喎。係啦，好過白曬曬啊嘛，係。真係。信唔信佢？相信他。OK。請睇正確答案。传统嘅俗语入边咧，形容一个人喺度装模作样，就话佢豉油捞饭就整色整水，跟住到我哋阿厂兄，几大就几大，烧卖就烧卖，我买500。好，请睇大屏幕，3、2、1，停。影视题，影视睇住啦。喺呢个片段入边咧，请问呢句说话咩意思咧？恩挑鬼命系乜嘢意思 ？A。衣着破烂 ，B 生活穷苦 ，C 身材瘦弱 ，D 饥寒交迫。平时听得多，但系未仔细咁去谂过。我觉得系 C 啊，身材瘦弱。因为佢嗰时有个形容，佢自己瘦，佢感觉系话自己好瘦咁样。我俾个温馨提示你。OK， 多谢。似系 B 生活穷苦。唔系有啲似身材瘦弱啊嘛。頭先佢指住自己唔通，哦，佢件衫爛嘅喎，件衫爛㗎。哦，飢寒交迫我就覺得應該唔係，飢寒交迫就一定唔係啦，一定唔係啦。浮咗先，浮咗先。生活窮苦，咦，係有啲似破爛，諗下又有啲。衣著破爛我都麻麻地，我揀就我揀 B， 生活窮苦。我揀 A， 我都堅持。揀乜嘢 ？C。你揀 C。C。兩個做咗成7分鐘戲，唔係，搞錯啊！玩遊戲咁啊，係咯，請睇正確答案。哎呀，恭喜曬，恭喜陳長嘉500分。雖然你係
衰人啊，衰人啊！以前咧有個字叫恩啊，恩仔、恩妹咧，其實話佢不大，不大就代表細嘅意思，所以大家可以留意這個字，不大。喺個鬼面鬼命咧，通常就話啲人咧就好瘦削啊，弱不禁風，成日會病啊，真係好容易見鬼啊！其實就嗰種講法就恩挑鬼命啦。明白，多謝老師，有好多嘢啦。好，接下來嘉嘉，幾大就幾大，燒賣就燒賣。我啊500分。OK， 来看一下我们孙家的题目是，请歌曲题。多謝子桓，子桓就唱完呢首咁動聽嘅歌曲，睇睇我哋孫佳係乜嘢題目？請睇陳慧琳嘅《有福氣》入面提到咗買亦買到幸福番簡鋪，入面番簡鋪係咩意思呢 ？A. 鹽水鋪 ，B. 肥皂鋪 ，C. 洗潔精鋪 ，D. 啤酒鋪。好簡單，好簡單啊！咁犀利？咁係啦，唔記得係嘛 ？A. D 就肯定不是啦，啊啊，那就肯定是肥皂泡啦。肥皂咁密啊，有肥喎，肥得得啊？肥，不要把它捣乱的。对呀，都系咁样。其实我哋觉得咧，我哋之前系错咗噶，系啊，我良心发现，系啊，所以由呢条开始，我哋尝试俾一个正确答案你。喜哥，我睇下你眼睛。你。好，睇到啲乜嘢？眼屎，系咯，错，你睇错啦！你试下唱，你将个换落去啊！好，嚟，买亦买到福气洗洁精，幸福洗洁精，几好啊，系咪先？将啲污糟嘢洗走晒，剩翻落嚟嘅就系幸福同美满。嚟肥皂咧嘛，买亦买到肥皂铺咁样，肥皂啊，个音都唔啱啦，系咪？你留意一下，留意一下，你考虑了。专家，我觉得起波气杂。乜姨啊？诈骗犯啊！诈，刚刚是那个假装。诈加一。诈加一。假模假样。哎，诈加一。所以咧，我最终都系拣 B。OK OK， 来，究竟是不是这个答案呢？请看正确答案。对的，500分到手。临时改题啊！诈加一，诈加一。冇错啦，番简咧，由于系呢个吓引入嚟嘅嘢吓，番鬼佬嘅嘢，咁啊广东人好中意咧就加个番字喺前边，番茄。番豉柳。番石榴，冇错啦，番鬼佬石榴。好，500分到手，跟住到我哋个电视台女婿啦。什么样角色？角色。嗯。style。哦，他问你挑一个他的。你定啊。好婆啦。俊豪， okay. 俊豪，稍高一点啊。啊，对。几大就几大啦，要买就先买咯。我买500万分。收唔收货？佢第一句都仲系姣婆啲嘢。系咯。没有，第一句我觉得他是便秘啊。其实可以有拍戏的天赋啦。OK 啊，佢好好玩噶。最后一题啦，咁就睇睇500分嘅题目啊，佢答咗。好，是我们的典故题，来看一看。你的问题是：娥姐粉果，下一句是什么 ？A. 好甜又好味。B. 好粉又多肉。C. 好底又好正。
D， 好睇又好食。你知道香港有個女演員叫雙天鵝嗎？係，聽過。你記得佢個樣係咩樣嗎？成個粉果咁係嘛？冇錯。嗱，我只能夠俾提示去到呢度嘅啫。你個腦裏邊諗住雙天鵝個身材同樣，跟住你再喺 A、B、C、D 裏邊揀，你就會揀到答案㗎啦。哇！呢、這個都好幫手啊 ，Chun。你是自己答定是找你那個家屬去幫手？我對我你的女朋友有痔瘡、okay. 有什麼什麼有痔瘡、oh. yeah. yeah. 找女朋友 OK yeah OK 就媽媽來來來來、oh. 有自信不是有痔瘡、啊、下次知道了 OK 鵝姐粉果我都是第一次聽的嗱，第一個好甜又好味呢暫時係，我覺得係啱嘅。第二個咧咩又好粉又多又絕對冇可能，都唔押韻嘅。但是他們剛才提示的都是說珠圓玉潤。雙天鵝，你知唔知呢個？唔知。係啦，雙天鵝好似你咁瘦嘅，好似你咁靚嘅。係啦。咁咧一係咧就 C， 一係就 D， 好抵又好正。哎，你冇咁啰嗦啊，快啲啊！喂。唔好咁沉氣啦！大家都識我，你俾啲面我喎、okay. 我揀嘅係 D。邊個多？好睇又好食。好睇又好食。冇錯。啊，雙天鵝聽點解咧？點解？點解？好簡單啫，鵝姐係個靚女嚟噶嘛，佢好睇啊嘛，佢做啲粉果又好食喎，咪好食咯，又好睇又好食，對不對？對。你轉大聲俾阿鵝姐聽。原來喺廣東有新嘅定義，雙天鵝好睇又好食。相信佢，相信佢。你相信我，唔係。但如果因為佢做嘅決定錯咗而令你冇咗五百分嘅話，你會分手㗎？唔會。分分鐘好冇面㗎喎！如果喺呢度當住咁多人面，突然間輸咗。係啦，仲要聽個女人講之下冇五百分輸。唔係咯，咁容易聽女人講㗎？咪係咯。喂，你兩個播好耐嚇，你兩個播做咩啊？片係人哋俾嘅，梗係自己丟嘅。哇！你兩公婆好襯喎，真係有啲襯。D， you choose D， D for dog， right？ D for dog， D for dog 嘅 ，OK。請睇正確答案。哎呀！好睇又好食。好多謝毛毛加五百分。我哋睇睇呢段嘅片啊，瞭解一齊瞭下呢個典故先。老细老细，厨房咧嚟咗个鹅姐整粉果，几劲噶，要唔要试下？鹅姐系啊，年纪香香白白净净，咁可以犀利到去边啊？又唔系嘅，我见啲技术好似都几犀利下噶噃，会唔会有姿势冇实际先？应该唔会嘅。我睇下睇下睇睇。嘿，鹅姐整好未啊？快啲整两件俾老细试下啲粉果啦。好好。哇，睇落幾靚喎，試下先。嗯。點啊？好好味啊！你試下。係咩？係咩？咩？啊，唔知好唔好食。嗯，係得啊，係得啊。係啊，係啊。啊，我哋鵝姐人又靚，煮嘢又好食，今次我哋賺曬啊！但鵝姐生得咁靚，擺喺廚房又冇人睇到，擺做知客咧就浪費咗佢嘅手藝，咁又點算咧？啊，不如咁啊，點啊？嗱，我哋喺大堂就整一個開放式嘅廚櫃，係咪啊？人哋又可以一邊食粉果，又可以見到鵝姐美貌，你覺得咧？一舉兩得喎，好嘢，係嘛？就用咁啊！你先啦，你先啦。咁啱你又嚟呢度食鹅姐粉果啊？唉，一睇呢个狐狸精啊，我就把几火啊！我上工啊，近排日日嚟呢间茶香室，呢度话要食呢个粉果好好食喎。方唔系为咗呢个鹅姐咩？系咯，仲话佢系咩粉果西施？我老公佢肯定就系三只猫入眼啦。我今日就专登嚟睇一睇佢系咪真系整得咁好食。如果整得差过，我翻屋企拧甩佢只耳仔啊！我都系啊，走。几好味噶喎！简直系我人生食过最好食嘅粉果，好想食啊！你话点算好咧？嗰个鹅姐人又靓，我啲手艺又绝顶高超，人缘又咁好，天啊！点解对我咁公平噶？
女人何苦难为女人，我哋真系恶而恨，天太贱啦！咁啊，两位师奶做出嘢，你哋睇开啲啦。冇错啦，为咗弥补一下两位破碎心，决定请大家食娥姐粉果。Yeah！ 娥姐粉果好睇又好食。咁后屘，其他酒楼纷纷效仿娥姐粉果咧，就逐渐成为广州嘅传统点心。原来是这样，清楚了啊！马上听听第二轮之后他们的成绩如何先，请听沈金曼1000分，程闯2400分，孙佳2200分，陈伟端2200分，目前最高分是陈闯2400分，所以说有第一次挑奖品的机会，你会选哪一号？五号啊，五号，请睇。揾唔到啊！一鞠躬，再鞠躬，多謝曬。衰嘢嚟嘅，衰嘢嚟嘅，我哋擺咗喺度好多年㗎，呢幾盒嘢送唔出去啦。係，沒人要啦。唔緊要，希望等下你高分繼續 keep 到去下一 round 再反過。OK 啊、okay. ，好啦，拎完第一輪獎品之後，馬上跳到我哋下一輪啦。呢、這個就係手快有手慢舞。第三關手快有手慢舞，現場吹劇表演中會出現若干問題。四位选手抢答，答对一题得300分，答错倒扣100分。哎，老婆，我翻嚟啊！你唔想死冇人为你哑噶嘛？哎，真系冇阴公啊！一家之主翻到嚟，招呼都冇句。卡，请问冇阴公系咩意思咧？请抢答。咩叫做冇阴公？没良心。冇良心。啊，仲有咧？没善心。啱，加300，请继续。哎呀，老公啊，你唔记得啦咩？今日系个仔啊高考出成绩嘅日子啊！梗系记得啦，我推晒啲应酬，今晚专门陪个仔翻嚟金榜提名噶嘛，点会唔记得咧？真系。但系你睇下个仔啊，打到电话打咗10分钟啊，都冇声气啊！卡，请问乜嘢叫做冇声气？请抢答。川，就是没有信息。没有信息，冇错，冇嘢，系啱嘅，300分，请继续。哎呀，老公你知唔知啊？隔篱个高佬个仔啊，都知道分数啦，600几分添啊。系，梗系得啦，我哋仔平时咁勤力，今次实食冇黐牙噶。卡，实食冇黐牙系乜嘢意思？请抢答。孙家吃东西没挑牙，吃东西其实跟面意思有点像。面意思是什么？四、三、二，什么什么？一什么？错，扣100。冇意思。其余三位可以喺我数完之后再抢过，唔好急啊！请补答。啊，请问答错扣100。8-9不离十。系啱嘅。啊！请继续。话就咁话啫，不过咧一日都唔知个分数啊，个心都啰啰挛啊！打通啦，打通啦，打通啦！点啊？点啊？点啊？几多分啊？啊！准考证。吓！死啦！我准考证喺边啊？我查个准考证，准考证都唔知放边啊！真系真系。考证都周围劈，真系冇厘搭。嚟嚟嚟嚟，呢度呢度。所以叫做冇厘搭十，请抢答。咋？九不搭八。嘿，啱啊，冇错，8-10，跟住9288，啱啊，真系5-3-4啊，系啊，当你啱，标准答案应该说不靠谱，冇厘搭十。哦，不靠谱，对。当你啱，请继续。加300。哦 ，OK。吓，542，冇过重点线。吓，阿仔系咪听错啊？你平时喺学校考嗰啲咩模拟考试都有600几分噶。你查錯咋係嘛？等我就打一次，唔好理由俾老公個仔低分嘅真係。打都冇用啊，冇符噶，係咁差噶。卡，乜嘢叫做冇符咧？請搶答。川，其實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訓練一下我的手。你手借了一下。但冇符，就在這個情況下的話，看他在快差不多要哭了。對，應該是沒辦法。他的人生是没办法了，活不下去了。系啱嘅，300分，请继续。哎，关心紧要噶吓，
好口唔係咩，生大事，唔好氣餒，好冇？算啦，爹哋咪俾隔離個老王笑兩句咯。哎呀，關個仔咩事啊？都係怪你啊，平時好似無煙大炮咁。唉，算啦，一家人開心最緊要係咪？笑下笑下笑下。卡，咩叫做無煙大炮？請搶答。孫家。无烟大炮应该是说一个人就是很爱吹牛，吹牛吹的没边，吹的乱七八糟是吧？对，满天飞。当你啱啦，吹大炮吹到乱晒大龙三百蚊，多谢我哋各位演员嘅，唔该晒，谢谢。好啦，一轮嘅小品竞猜手法有手慢舞之后，各个都喺度揿到手都痛晒，睇睇佢哋成绩点样先。请睇，沈金万1600分，程总系2400分，孙家2700分，陈伟端2800分。哇 ！OK， 这一 round 之后呢，最高分是我们的陈伟端啊。本题目陈先生那个样的奖品我。你想要那样的奖品啊？没有了，被他拿走了。第大十二号，选哪一号？八号。8号，个个都拣八号。看看，哎，陆嘉一美容美发现金通用卡价值5000元。你呢个用唔到噶啦，俾你老婆用啦。啊，梗系俾佢啦。Yeah，OK 啦。咁就眨眼又到一个最激动、最好玩嘅环节啦，马上进入到全心全意。第四关全心全意，四位选手分为两组，分别与两位考官完成传话。考官一描述某样物品，两位选手依次用粤语转述俾考官二。考官二如果可以正确猜出物品，两位选手就可获得500分。第一组嘉宾马上接受挑战，请上道具。OK。一種食得嘅嘢嚟嘅，要過年嘅時候先食嘅，平時我哋唔會食嘅，兩個字嘅啫，就同煎堆係朋友嚟嘅。你見到煎堆咧，你就見到隔離旁邊見到佢成炸攤咗喺度噶啦。好，夠曬啦 ，OK， 夠曬啦，夠曬啦。你未有講咩啊？你未有講咩啊？打電話俾我。一種可以食嘅，過年先有嘅。油锥旁边嗰啲剩杂嘅 ，OK， 好，可以食噶，诶，过年可以嘅，然后佢讲咩我唔知道啊，系就系咁啊，就系咁啦。就咁啊，系咯。你听到几多嘢？过年可以食嘅。你就听到过年可以食。其他我唔知啊，就系咁。咁但系我都俾咗个好大嘅贴士，过年可以食呢句嘢，如果真系佢冇听错嘅话，过年可以食有煎堆、煎堆啦、油角啦、蛋散、蛋散、糖冬瓜，好多嘢，点估得到咁多啊？等等，而家我将呢个第一卡拎翻出嚟俾你听一次，讲翻俾阿婷哥听，开始。过年先有得食，跟住油锥油锥旁边嗰扎嘢，除咗咩有得啦得啦，请油果。Yeah！ 我估油果啦咁就。看看怎樣拎個碟上來先，麻煩請上道具。 OK， 各位觀眾，三又對我還好厲害啊，是不是我好厲害啊？我幫你們拿到500分啊。好啦，今日由於阿聽估到呢個係油角嘅話，呢一組兩位選手全部加500分，恭喜曬。Yeah！ 馬上請下一組登場，請上道具。好衰啊！導演做啲上呢個嘢嘅，咩料？係，好得人驚啊！長長地，姐，冇錯，聽我講，長長地，適宜炒幾味。原先姓施，順德佬話唔老禮，改姓成。哇！佢可能冇問題，一到啊孫家度一定出事啊呢段嘢。有條嘢啊，好長啊！幾長啊？
你鍾意幾長幾長啊？咁長啊？你鍾意幾長？以前姓施嘅，後屘順德人有改咗個姓姓噶。姓啊？姓啊？好，夠。下班了啊！好，拜拜。有條好長嘅嘢。你點知噶？你點知道？佢話俾我知噶。佢話俾你知，佢點知噶？喺順德有一個姓施嘅人。有個順德有個姓施嘅人。最尾佢改咗個姓。改咗個姓。係。后屘改咗咩姓啊？胡说问大弟。得够钟。佢第二句好关键噶。第二句咩？佢讲嘅有一句话咧就长，跟住咧就咩嚟啊？出嚟。阿挺传达俾你嗰阵咧，第二句话你有冇印象？有条嘢，有个条状啲嘢，开始系姓施嘅。去到順德嗰邊係就嗰只姓姓姓姓噶姓姓姓姓姓姓姓，佢哋兩個差唔多姓姓噶嘛，係得啦好。他已經被他洗腦了。我已經跳開咗呢個咁嘅賣國賊姓姓姓。五四 OK 三姓瓜變絲瓜二一絲瓜姓瓜姓瓜姓瓜，請上道具。OK。喂，三二一，稍后继续越讲越掂，继续收睇越讲越掂。三二一，咁叫做好长咩？你见过长嘅未啊？你真系未见过咩叫长？唔系，我觉得佢其实最惨系忽略咗第二句，因为我原先就话长长地，冇话好长啊。炒幾尾？好啊！第二組由於我哋阿喜哥都搞掂咗碌絲瓜，咁所以呢組全部都加翻500分嘅，恭喜曬！沈金萬佢嘅成績係2100分，程闖2900分，孫家3200分，陳偉端3300分，60秒嘅時間。60秒、50秒、40秒、30秒，咁啊睇睇可以搶到幾多獎品，揸緊時間，準備三、二。一go 60秒，哇！跳得这么巧啊，太炫了吧，这也，哎呦，给毛毛一点表情啊，这个拉拉队非常疯狂，小心啊！燕窝，看燕窝，俾个燕窝佢，燕窝，妹妹那个燕窝，出发，燕窝，燕窝。最后一位出发是 Go！ 哇，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好，还有20秒啊！加高啦！还准备再拿一次？放低再拎啊！放低再拎啊！放低再拎！不要停停！得啦，得啦，够钟啦！专家够钟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呢位根本上咧就由于阿毛喺度遥控得好，咁呢个咧就即系如果讲重量、讲份量、讲堆头咧，佢拎得最多嘅。男人要补茶，点解呢度男人？碱性要是男孩吗？哦，跟住嗰个燕窝咧，系阿毛企喺度嗌燕窝 ，honey 燕窝，咁啊，阿昌去到嗰度咧，燕窝系咩啊？好啦，奖品都相当唔错，俾掌声鼓励我哋先。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添加我们珠江频道的官方微信号或者是新浪的官方微博，下载百丽闪拍 APP， 参加同步答题赢大奖。更多视频互动，请登录如下媒体。哇！多谢各位捧场，逢星期六晚9:30，越讲越掂，一见到抢奖品就系我哋呢个节目最开心嘅时候啦。多谢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啦，卢俊宇先生、黄喜先生，多谢，同埋我哋嘅四位奋不顾身抢奖品，抢到呢个啲手都流埋血嘅专家啦、陈伟端啦、程闯啦 ，and 沈金万嘅，多谢各位嘅捧场。谢谢电视机前以及现场嘅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